现在的你是不是在做着自己喜欢的事？是不是成为了自己想成为的人呢？是不是在为自己的梦想而奋斗呢？虽然我迫不及待地想知道问题的答案，但是我想，不管怎么样，你都应该成为一个成熟而懂事的大人了，应该能有很多被人认可的作品，不管是影视还是音乐，都希望你能闯出属于自己的一片天地，努力做一个强大的人。不过这些都是后话，未来的你需要现在的我不懈努力才能活成自己喜欢的样子，所以你放心，为了让以后的你成为自己想成为的人，我们每天都在努力。你好，小云，很高兴没有辜负你和大家的期盼。我现在在一直做着喜欢的事情，也依旧在为梦想不断奋斗。过去的这些年，我开始了创作音乐，我把成长的分秒写进词，把对生活的感知谱成曲。成长的分秒定格在幼时的江风，定格在放肆的轻狂，定格在落下的流星。生活的感知里有我对自我的构建，有对世界的秩序，也有对远方的探知。我也尝试了不同的角色，在他们的身上体验到了你我都未能完满经历的人生。小袁，十年是一个不长不短的时间，它让你变成我，也让我还是我。创作的时候，我总会想起你对舞台最初的向往，我不敢辜负，也不曾遗忘。闯荡天地的旅途确实不是一帆风顺，幸运的是，支持你的人始终会给你力量。此时此刻，我和你一起站在十年的渡口上，我想我们应该好好的说一声感谢，谢谢大家，是因为你们才让我们的梦想闪闪发光。小云，大人的世界比你想象中的复杂，却也精彩，但我会继续带着你的赤诚和善良前往。